哈哈哈，我要去扬州啦。快七点了，我们准备先出去在酒店附近找一点吃的，然后再出去转一转。酒店里面有几只小猫猫，咦，哇，有一窝崽子。嗯，在下面。好了，我也该出去吃东西了。先来吃那个蒋家桥饺面，还蛮便宜的。我们点了一份饺面跟二两锅贴，才21块。这边是京杭大运河，对面就是宋城。会，我怎么有一种南锣鼓巷的感觉？就是那种标准商业街该有的那种小商品批发的感觉。现在所有的古镇现在都这个样子了，搞得像标准。我看到了一家卖鹅的，我们就买一点试一下。这味道还可以。来，尝一下。发现一个这么就是安静的地方。我们又看到了吃藕粉圆，我妈说她上次在这里吃觉得还行，买一份。点了一份试一下，它是那个，它是稠的感觉，它是桂花红糖的那种，是吧？淡淡的甜，一点点甜。它里面好烫，我觉得外面没有里面温度高，有点像进阶版的藕芋圆，有点 Q 啊。嗯，还蛮香的，蛮多桂花。然后我们走过来就看到了文昌阁，就在这里。然后过两天就不用特地过来看啦。我要开始开鸭子了。我可爱的小鸭鸭，哎，是鹅吧？我要把这个汁先浇上去。刚才楼下太暗了，比较好看清这个鹅鹅。这个鹅鹅，我觉得就是那种过年过节的卤水拼盘的味道。我们酒店房间顶上有一个小窗户，现在才6:26，但是我们准备去窗。现在才7:08，好吗？当天就有94个人在排队。哇，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坐在门口了呢。他早上只发150个号，然后他就只能保证150个号可以在11:30之前吃上，然后后面他就发午餐的号了。逛街人4点排队，然后就为了吃。天哪！好多银呐！天哪！快去先拿个号。我们现在可以排队吗？我们排不了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号了。这张单子就为了好看吗？来抚慰一下我们受伤的心灵，打个车专门跑过来。啊，司机师傅说这个也有可能等位，我们赶紧。有人吗？我倒数。然后我们来取了野春，现在是 A40。啊，我的票掉了。现在什么都不能丢啊！现在什么都能丢，票不能丢。太难了，早做成这个样子，吃个早饭太难了。去人才社那边说要早上4点来排队，然后才能排上。我觉得算了，我觉得4点排到8点才能进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1 hour later， 把每一个想吃的东西都点了一份，然后7点来，大概排了1个小时，在等他上菜。看得孤零零的，它是软软泥状的，五丁包有哪五丁啊？就有点像酱肉包，但是没有那么重的酱的味道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个包子味道，糖一点，千层油糕，突然觉得我很饱了。这巨像小李发糕的侧面，就是那个气孔，好不好？我妈说干丝里面有个虫，
幸好甘肃里有另外一只虾米，证明它是了一只虾米，不然我今天早上吃的都要哕了出来。它门口也有一些选项，但是就是不多，看见没？都卖完了，它就是不多。九点多，九点十分，它门口卖完。但是如果就是早一点来的话，你不想去等位的话，我觉得就在门口，简单买几个包子，简单的经典的试一下，未尝不可，好吗？觉得好吃吗？觉得还可以，我觉得很甜。还不错，我喜欢那个千层油糕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瘦西湖南门，开始逛瘦西湖啦。走出来了，我已经累了，逛的还有超级多那个旅行团，好多桥都堵得动都无法动，后来还有保安就不让，就把那边封住了，让那个桥上的人全部都搞下来之后才让走，所以我们走了最边上一条，然后他出来之后就是大明寺道了，又有好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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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楼梯，哎，累了。我们买了一杯咖啡，准备喝完它，然后坐一会儿再去逛大明寺。爬上来好累呀。下来准备就景区旁边这一家，准备随便点一点点先压压饿，然后再去逛一下别的。我们刚刚吃完了那个门口的饭，觉得反正就一般般吧，景区的嘛。然后我们现在来逛那个汉广陵墓，还就是汉陵院。然后他们说看了这个之后就会知道黄肠题凑是什么，所以出发出发出发。小众就也没什么人，然后能看到这种制式的也很少，高规格的真的很少。喜欢像我这种口味奇特的人，觉得这30块钱花得很值，因为我们没有提前订票，不然还能再便宜5块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搭车去吃一个点心，就是这一家，我们来吃他们家的酥点。就是我就说他们家酥点很漂亮。我们点到了那个荷花酥跟榴莲酥，而且它也不是很贵。现在挂了一点在那个壁上面了。那它这个外壳也还蛮好吃的。还可以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榴莲的比荷花的要好吃一些。就是我们准备来吃这一家，哇、哦，超多人，是个苍蝇小馆，哇、哦，里面全部都是人了已经。但现在其实还挺早的。才4:43，三个菜，臭大元烧肥肠、清炒虾仁跟安豆苗、哦，还在等位子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名字的，是有打球的。太少了，好多人呢、啊，还有我们吃完了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吧。它的口味就是有重的，也有清淡的，就是都很能兼顾。就是位子实在是太小了，它最小的桌子也是2桌人起拼，就是你们。然后大一点的那种大桌，它都是4家人左右。这个啤酒蛮特别的，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，所以我们这回试了一下，但是。没有茉莉花味吧，我本来以为是那种茉莉花味道的啤酒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尝试，下一次如果我再来扬州还是会吃的那种店。然后我们现在超饱，准备去逛一下。
件很刺激的项目，我们搜了一下附近可以做足疗的地方，来到了扬州，怎么能不体验一下做足疗呢？把他妈妈送去修一修脚，他妈妈，他妈妈自己要修脚，孩子的妈妈自己要去修脚，他自愿付出，我不敢，有一点。看着刀就很吓人。是的，我这个都就是看到那个就很刺激，所以我们去找一下，看这附近有没有。我们看到了一家那个，因为它有很多分店，我们觉得它很牛的样子，所以先来看一下。扬州，这是扬州三把刀，看见没？达成了早上水包皮，晚上皮包水的这个夙愿，所以你有什么感想？你修得疼吗？我感想是我的脚好舒服啊，暖暖的，觉得蛮。摁完之后感觉好舒服，今天走的路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。我建议大家下回来一定要修脚、泡脚、泡澡、搓背。你都没有搓，你还建议别个走了？所以你刚说的啥？来了不吃划不来，来都来了是吧？万能语句，我们撑也要把它撑下去。我们走出来这个地方有那个怡园，也是这边反正很老牌的一个餐厅，我们准备去点一点小东西就可以了。小东西啊，先记住你的那个宗旨啊。中午我们点了一个狮子头，一份虾肉饺，一个三丁包，一个荠菜包。里面是真的有那种小河虾，跟我们刚刚吃的炒菜的那种是一样的，好撑人啊！我觉得他们家狮子头的很 Q， 我觉得，但是它的鸡肉味特别浓，入口的感觉是像那种里面，它里面像有鸡肉鸡汁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它那个汤里面又没有。在这里，羊大牛奶直销点，我们回酒店的路上有一家，我要买一点，听说是扬州本地的，然后很好喝，很特别。我准备来看一下，嗯，它就是笋。我想喝有那个茉莉花的吗？有，我想要一瓶茉莉花的。你还我们刚才已经酒店 check out， 然后把行李丢在酒店前台了。我们现在准备来吃最后一家早茶，那个花园茶楼是这边出租车司机也跟我们推荐，然后我们自己也查过，还不错的。就是这一家，在我们酒店附近，超方便，好买。然后马齿菜梅，就是长鱼猪肚面，蟹黄汤包终于上了。等的也实在是太久了，等的我都累了。这个皮看起来不一般吧，有点厚，但也有点没有熟。Stay with you tonight and day, it's true. You know I'll be there for you. 今天都是两个人点两个包子，一碗干丝。你看我们点了多少？做的包子确实还不错，那个鱼就是没有很有没有很惊艳的感觉，觉得就一般般吧。还没有那虾子饺面好吃一下，就还行吧。说的像逛园子，像去逛园子啦。我们到了野河园，晚清第一园。I will be the one for you, and you will be the one for me too. Someday, I will be the one for you, and you will be the one for me too. Yes, it's true. I love the things you do for me, the way you smile and laugh at me. It's true. Yes, I do. I love the way you think and talk. I love the way you move and walk. I do. 是，我们逛完了河园，我觉得。好看是好看，反正看不太懂。值得一看，我觉得还值得一看，是很好看。他们就是说，如果各园河园二选一，就一定要选河园，就很溜。然后它还有这地结合的那一种，就很溜，感觉跟一般的比不一样。然后我们现在逛完了，穿出去准备去那个皮市街，好像看起来就很像武汉的那个梨黄皮路，但是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店，所以溜一溜啦。Someday you could be the soccer mom and I could get the garden done. It's true. Someday I could take the kids to school and spend the morning loving you. It's true. Yes, it's true. 他找了一家他觉得很好看的咖啡店，所以进去看看有啥。Yes, I do. I'll take you on a holiday to Bali, Broome, and Wanglas Bay. It's true.我们刚刚吃完那家下午茶店，我觉得
还不错，那个蛋糕一点都不腻人，很舒服，然后坐着晒晒太阳，我觉得超级舒服。然后去酒店取行李啦，所以我们扬州之行就到此结束啦，我们下一支 vlog 见，拜拜。早知道应该多买两把刀，一把刀也是鸡，两把剪刀也是鸡，特意在扬州买了一把剪刀。